李泰龙，喂，你是谁？臭小囝，恁爸甲你讲的，你无听着吗？伊家己是潘水中的牙齿无？我呸！我早就讲过，牙齿故事是假。我看伊应该是迄个少爷吧？喂，少爷，你紧闪开！我要来押走这个酒顺，你若动怒，唔通怪我无客气。哼，唔错，真正是少，莫以为少爷，我就唔敢拍你。唔惊死吗？也唔想，哼，喂，唔通想过分咯。欺负一个少爷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臭小将，管什么英雄？少爷。小龙看起来真凶恶，恁要是卖妖术，小的妖小的人权，伊在看这个酒顺，又该恁什么呢？我这个人最看不惯就是欺负着小的人，你动手催我，催死小赤龙到底凶，让你见识我秦川流的毒法。英雄兵，你讲什么？卖钞票，因不就了得？大，你因不亏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，你就是我要催人剑圣。